就来训练一下。好，我们的先给峰峰几秒钟，给下期我们的 A 考。对，峰峰看到后面那个对亮力了，然后打内，对，然后这边这个力量还不够，对，可以吗？适应了。我觉得可能比试一个新角色更有挑战一点啊。一共有45秒的时间，看看峰峰能拿多少分，好吧？好，刚到我们的粉丝给大家加油！加油 ！OK， 准备计时，开始。1分2分，非常快啊！打中红的要扣分啊，峰峰。这个是不是好，继续，还有现在过了一半的时间，对，非常准啊，好，抓着低的都可以啊，脚板上不错，身手灵活，还有10秒 OK， 又来这个，现在已经超过10分，11分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时间，好，最后呢，李一峰在这个挑战当中45秒拿到11分。这个那个影响的成绩，我的应该会20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